现在我们来说明长笛的泛音。哆一点哆，两点哆 ，F 二 F 四 F， 也就是说，它的除了基频之外，它的第二谐音跟第四谐音只出现这种偶数的谐音出来。好，那第四个我们看到它的音是哆一点哆，两点哆，两点嗦，也就是说它是嗦哆哆哆，那这样很明显是一二四六，也就是说它的泛音应该是出现偶数频的部分只有二四六偶数频，所以长笛它很奇怪，它只出现偶数频，中间的奇数频却吹不出来。现在我们来测黑管的音程。哆到一点嗦，好，十二度音。好，那我们要听一下泛音。哆一点嗦，那很明显，这样的泛音直接是从一倍变到三倍，表示说这是一个闭管乐，也就是说它是三倍频十二度音的泛音，这样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排笛那一种，它本身是从 F 一下跳到三 F， 它只有奇数频而没有偶数频的泛音。好，我们再听一次。现在我们介绍一下 SUS 基本上是从黑管演变而来，那么它的吹嘴也是跟黑管一样，是一个单簧管。那么非常有趣的是，它是超吹八度，也就是说它的泛音跟长笛一样都是属于F 跟二 F 之间，也就是它跳上去的第二谐音基本上是两倍频的，不太像黑管基本上是一跳上去就是 overtone 的话是三频啊，三倍频率。那很奇怪一个从黑管演变而来的，但是基本上它的构造，所吹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泛音却是跟它完全截然不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。我们现在先吹一下它的泛音。很明显是八度音的超吹，好，所以它是算是开管乐。Stranger on the Shore。